大姐都是广东人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有多少广东人在这里？掌声听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对对对，那凯琴呢？就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啦，就是呢，凯琴不是广东人呐、啊，是福建人，那也只是。我只会学，我还是这首歌我还学了一年这样子啊，就101首的广东歌曲。那如果呢唱的不准的话呢，你们不要丢椅子上来啊，不要丢上来啊。然后一首来自 Beyond 的一首歌曲叫做《好一幅天空》，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啊，阿妈，不要定啊，不可以丢那个椅子上来呀、啊，如果不好听的话，知道吗？啊，如果不好听，还是要给一点点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一首广东歌带给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
一首广东歌曲，一首，欢迎我们听众是大家会喜欢，谢谢你们给凯琪的掌声，谢谢。